众所期待的小戏骨花木兰终于开拍了。我们拍的第一场戏就取景于湖南长沙的靖港古镇，在这里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小演员。我一长大真漂亮，哥哥长得富强的，冬天亮亮不一样，是月色送走长的来。哈哈哈！你们今天拍的是哪一场戏？打架的那场。我演的是花木兰，像小虎小时候。我演的是小葵小时候。这是你们第几次演戏啊？第二次。三亚寻亲记剧组，然后我演的是秋香小时候，我是那个春香的小时候。在《三笑寻亲记》中，姚文佳和胡一珂饰演了一对苦难兄妹，每天都饥肠辘辘。这次在《花木兰》里，他们饰演的是一对发小，一起打过架，挨过骂，情同姐弟。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和你今天演的角色有什么区别？很大的区别，那时候化的妆都是破破烂烂的，今天穿的妆还是好一点。今天来穿我最喜欢的裙子。你觉得你今天的裙子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觉得你今天自己美不美？她的裙子可以赚好大的。与这对发小演对手戏的小演员名叫程子阳，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演戏，但他可一点也不怯场啊。第一次演紧不紧张？不紧张。我上台很多次了。我上台搞音咪咪妮娜 and 妈咪卡。Oh my god。He runs away. Wake up, wake up, little bunny. Good morning, mommy. Good morning, dear. 好棒啊！俗话说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那把三个小活宝凑在一块儿，又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腿用力些，滚前！看我们的，你看镜头干嘛？胡一珂，三二一，走，翻身，继续，腿腿腿，你要压，等一下，你的腿不要，你要腿要动啊，你的腿要动，呼吸肌肉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说话，说话，打，打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快一点，打哟，打死你，停停停停，不行不行，你要反抗，你使个反抗，好不好？小花，醒醒了。木兰姐救我！木兰姐救我！停停停！别动！怎么这么巧？在在在！在导演的高要求下，面临几十次的叫停，程子阳终于忍不住躲在奶奶怀里哭了起来。今天是你打他的，还不是他打你的？你说那今天伤害他的好惨的嘞！看你打，马上就拍完了都哦。一直挨打的胡一珂默默地蹲在原地，委屈极了。不哭，没关系。哦，不哭，给你到九十分。稳一下，稳一下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刚才你们拍了多少遍啊，大师？至少四十遍以上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哭了？我拍他第二次，他比我打的还狠一些，然后我就哭了。为什么你也哭了呢？也是被他打。反正我最讨厌的时候躺在地上被他压着，然后后面二一腰就碎了。你们两个和好了没有？和好了。来，握个手。啊，小黑、小虎和好了。来，握个手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说起来，加油！说，加油！你呢？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来，开始。小演员们认真卖力的表演引来了许多围观的群众。您知道我们拍的是什么吗？我好像是听得讲是拍了个小戏骨花木兰吧。您听说过小戏骨吗？听过，我看过，我看的那个六月等就演的那点戏了，什么三笑吧，还有那个五虎刺猬队，我喜欢看。所有的戏要本有本，应该相当出色。您刚刚看了他们演的，你觉得哪个小孩子演得好啊？
挨打的呢，我觉得是很辛苦。他睡在地下，是不是寂寞一点就要正式给人打？硬的呢，上这个呢，那就要走到小门出色，他不出色就硬不正根。最后出场的是饰演花木兰的姚文佳，有过表演经历的他，演起来可顺利多了，一路高分。你安静，走。说话。小伙，木兰姐救我！小伙，不要怕。停，给你打90分，来，再来一次。木兰姐救我！啊！嫁出人，嫁出人，嫁出人！我大爷！九十九分，开始打。嫁出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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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嫁出人！好，可以，100分了。给自己今天打多少分啊？100。这么满意啊？导演给我打100。那你觉得其他两个小朋友能够得多少分？100。三个100分啊？100分吧。有些细节没搞好，那个翻滚的时候也没搞好。对，我们两个不够挣扎。你觉得演戏累不累？我觉得累了也很开心，因为我的小戏骨的必须要演好，演好了我就开心嘛。今天打戏演得那么累，你们觉得值得吗？应该也值得吧，就即使是大家累，也可以给全国的观众的一片欢笑，也就证明你的这个国家的爱。我知道一句名言，有付出定有收获，就像块小碎布一样，从哪里跌倒就你从哪里爬起来。导演选了我们演这部戏，要是我们选好了的话，那可以那一步一步的走，就会演主角了。总有一天我们能演主角的。虽然我们是像小蜗牛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爬。我们从70分打到了100分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了。蜗牛虽小，但它从不停歇。他只有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才能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。我们希望前来参加小戏骨演员选拔的小朋友们，也像这三个小活宝一样，具有这样的蜗牛精神。没选上不要气馁，选上了不要骄傲。只要你肯努力，我们定会还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。